左手左脚上，沉，经过上弧线，过来，落下来，收脚，画立圆，走，斜上。哎，用臂法、腕法、身法给，好，找右肩，画立圆。走，快速一点儿，大幅度的拎高蹬，重心过来，身法带臂法，蹬，看到一点，撤回来，把扇子端出来，拿好，走，先往右，回，再往左，走，自下而上的八字圆。再推出，好，放松，又复习了一遍，怎么样？可以不？和音乐，和音乐跳到这儿，然后往下教啊。走，转身，退出，好，怎么样？跟下来没有？可以的同学比个六，咱们往下教。还不熟需要代练的同学比个一，不熟比一，熟练了比六。少数服从多数啊。啊，多数同学比六，好，多数同学比六，那我要往下走了啊。然后幸福同学有李老师课的同学，然后还有哪些不清楚的，不用着急，咱们完整版的细的内容都会在系统课里边，然后另外你们跟我回课，然后我们再细跑，我往下教了啊，咱们速度有点慢。好，到这儿从下弧线回来，推到左边去，这个时候就往上走，看扇子是平面，是平面，这样，这样的平面啊，刚才停到这儿对不对？回来推左上去，平面留在右腰上，然后哒，把扇面这样啪立起来，从平的扇到立的，哎，手左手靠左手，左手去动它一下，在上面，左手去动一下，动这一下呢，同时我们给一个半脚尖立，明白？好，然后呢，往横线上，往你的左边去上步，立，上步，走立圆，大，这边拎住，这边压腕停住，好看。走，单立，上步，停住，看一遍扇子，回来，右手走里边，平的打开，立起来，扇面落下来，这边拎起来，这边土手右手这边放下来，再来一次。走，立，落，拎，摆好，再来一次啊！准备，五六七，走，哒，落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，同学们？可以了，这回比六，
可以比六，不熟比一，咱们就这个暗号啊，同学们来扣一个公屏，扣个公屏，咱看看进度。嗯。